这家杜姑面最刚开始在罗东地爷庙边的矮平房，先开始卖刨冰与八宝粥，之后才转为卖干面。由于煮面需要时间，每到用餐尖峰时间，客户一多，等待的时间也就拉长，于是被戏称为等面等到杜姑，就是台语打瞌睡的意思。50多年过去，传承到第三代，不变的怀旧口味依旧虏获人们的心。粗面条拌上猪油与油葱，简单朴实的口味，一卖就是几十个年头。无论是干面或是阳春面、馄饨、鱼丸面等等，都深受当地人喜爱。不过排队时可别等到杜姑了哦。